就像任何正常人 ，Kevin 每天会自我检查一番。那洋葱贝果真不是个好主意，援兵要来了，一片应该就行，已经比较好了。哦 ，Kevin， 拜托 ，Kevin 不知道，他刚把口香糖交给怪咖了。不要啊 ，Sophia， 别这样，认证了 ，Sophia 真的是精神变态。继续看，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有比热薯条更好的东西吗？但少了沾酱就不怎样。我们当然是说番茄酱啦。沾。嗨，老朋友，你从没让我失望。不过有些人做事情有点不同，目前看来正常。番茄酱到处都是了啦！我说呢，娘娘腔才用沾的，完美。觉得这很扯吗？看看这叉子，发明薯条的人应该会在棺材里跳脚。大家都知道，你一旦上了床就不会再起来，尤其是不会起来捡手机。我的脚才不要碰到地板。我要怎么回去？我现在真的累了，但至少不用起来。但精神变态呢？离开床不是什么大事，我猜又要起来了。再躺回去。继续滑手机。已经要起床了吗？再五分钟，二十分钟后。哦，喂，喂，这东西真烦人，哼。我得睡觉。够了，我要再按十次延长。我说延长。Sophia 已经醒了吗？啊，时间还没到。有人急着要起床。应该接近了吧。万岁！来吧。所以你六点来接我。知道自己总是迟到，旁边没人吧？就这样，我说啊，不像 Kevin，Sophia 没那么懒。嗯哼，指挥中心出问题了。等一下，我不会忍受这房子有任何脏乱。你给我进垃圾桶！你背叛了我，薯条！拜拜。这个完成了，我回来了。笨影子，我好紧张，我会吃掉一整袋。对，吃完了。现在剩下这些，只剩一件事要做了。看，问题解决，很快就会干了，对吧？糟糕，那怪兽要扑了。已经没了吗？哇，整手都是油呢。只好这样了。等等，你没有要舔掉吗？谁电影看一半会起来啊？显然精神变态会。我错过什么？哦，好多血哦。还有剩冰块吗？然后关。酷。
这东西全空了，看来我要来装满了。装满我会，灌一次全满。但有些人加冰块的方法不太一样。砰！嘿，里面一点冰块也没有。我猜该来加水了，但我喜欢一次专注一个洞，要花比较久，但每一格都刚刚好。我永远也念不完这一堆，几乎连吃的时间也没有。这么多玉米片害我口渴，装满它吧 Kevin。 Kev 有点满哦。糟糕，我猜我得用吸的，还好我口渴。问题解决，回到细胞解剖学，目前看来都很正常。课本，一碗玉米片，我可以来点水。那要满出来了吗？ Sophia， 水。糟糕了，这是常有的事对吧？哎，有点乱哦。念到哪儿了？我就是抵挡不了浪漫爱情剧。我吃了多少啊？我最好让他们休息，留着等一下再吃。这电影结局最好是开心的。哼，这洋芋片真好吃，可别坏了我晚餐的胃口。来结束零食时间吧。谁会这样扣起洋芋片？真是怪咖。真是好东西，再一只鞋就好。耶，离梦境只有一秒之遥了，而且就算你一直动，也只表示睡得好。哇，我醒了，起来了。但 Sophia 睡觉就比较整齐，该来进到被子里咯。不像 Kevin， Sophia 睡觉跟木板一样僵直。已经早上了，开启美好一天的时间到了。僵尸，去死！已经快没电了吗？在来不及之前快插电，再一秒，撑着，得把这蠢东西插进去。嘿，洞在哪儿？应该是这样。耶，你完蛋了。啥？但我已经插电了呀，坏了吗？这没道理呀。哎呦，根本没插进去。这些迷音超爆笑，别关机呀。该来帮这小家伙充电了。首先插这一头，然后去插插座，专心哦，我要确保正确插好。差一点点。回到超搞笑的迷因 po 文吧。那么你是哪一种人呢？正常的小猫，还是彻底的精神变态？或者你两边都有一点？无论如何，你都可以评断任何从一卷口香糖中间咬一口的人。把影片跟你的朋友分享，看他们是正常人还是精神变态。你点过这些没？订阅 1-2-3-GO 的频道，你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影片。